其實咧，我有個好消息要話俾你聽嘅。嗱，你以後唔需要再孭住咁大個包袱喺身啦。我會同所有嘅加盟商解約，包括你。海哥，你講笑啫嘛？你覺得我會揸成個鐘頭車入嚟呢一度同你講笑咩？我會將所有加盟商編成為直營店，即係話以後每一件貨件由落單到送到客人嘅手上面。都會由我哋世代物流一手包辦，即係要炒魷魚啊？梗唔係啦，傻妹。所有加盟商只要佢哋願意嘅，全部人可以轉成為我哋世代物流嘅員工。你試諗下，你以後唔需要再擔心有冇錢去交租，有冇錢出糧俾啲員工，鋪頭嘅營運以後我哋有團隊去幫你，以後你同埋你屋企人有固定嘅薪酬，我保證啊！你不會賺得比而家少的，以後所有風險會由我哋公司一力承擔，我會統一曬所有直營店的規矩，每個員工係會得到佢哋應得的福利。所以呢張票咧，我俾翻你先，再等我還翻俾你加盟商的費用。嗱，我不是強迫你接受呢個方案，你可以慢慢考慮清楚再答覆我。好啦，我先走先啦，你諗清楚啦，再通知我。高明，呢度啊。哎，趙生啊，方小姐在後面追住喎。海哥，全叔啊，麻煩你在前面嗰度停一停。喂，我有事啊。我有嘢問你啊，點解你要特登嚟揾我啊？其實你可以叫我去你 office， 或者叫阿 Sam 嚟揾我。再唔係，你咪出張通告嚟通知我咯。做咩嘢要特登走過嚟？你特登追上嚟就問呢啲？係嘅，如果係其他加盟商，我一定會公事公辦。但係你唔同，你除咗我哋加盟商之外，你都係我嘅朋友。我覺得我親自嚟同你講聲，係會有誠意啲咯。傻妹，点啊？谂清楚，肯接受我的方案啊？未，但我应承你，一有决定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做嘢啦！系咧，杜明，你知唔知道听日个董事会度，召开会提出一个新动议啊？哦，我有聽趙生提過，佢好似想廢除公司嘅加盟制度，將所有公司嘅加盟商轉做直營店。你認為佢呢個決定點啊？我諗趙生係想將啲權力攞翻喺手咯，然之後俾公司集中管理下層嘅員工。唉，個個行家都係行呢個制度噶啦，我就睇唔到有咩問題啦。呢個趙海咧，成日就諗埋啲不切實際嘅改革，到頭嚟啊！咪由我哋班股東埋單。講句老實説話，呢幾年我哋啲加盟商係俾咗好多麻煩我哋嘅，好現實嘅，想攞翻啲權，俾少少錢咯。全國我哋有過千間加盟商，淨係解約費都有排計啊。嗯，係咧，杜明，我想問下你，聽日個會度你會企喺邊邊啊？我未決定啊。咁多位唔使擔心。我回去會研究一下手頭上的數據，我很簡單的，做生意只有一個宗旨，就是由數據決定。我知道你是趙海請回來的，他給到權利，給到錢你，其實我們都可以的。當然啦，不怕老實跟你說，趙海已經勸服了其他三位董事，所以你這一票對於我們來說是很重要。
只要聽日嗰個動議通過唔到嘅，我哋會幫你升多一級。趙海佢攬住個主席同埋司庸兩個位咁耐，都係時候要放咁一個出嚟。你考慮一下。我哋集散中心咧要處理嘅貨件越嚟越多啦，平均每個月都升3-5%。我怕再咁樣落去咧，搞唔掂啊，老闆。增加工時唔係一個健康嘅辦法嚟嘅，試下將嗰啲貨件咧分流到去其他仲未飽和嘅集散中心。龍崗同清遠呢兩個點咧，應該都仲有位㗎。我依家翻去 check 下，睇下佢哋每日可以處理多幾多件貨。咦，方小姐啊？咁夜嚟嘅，揾我有事啊？我咪话过，一有决定会即刻话俾你听嘅。我谂到啦，我唔会解约。过嚟嗰边倾。你可唔可以讲多次你嘅决定系点啊？我今日成日咩都冇做过，好认真咁样谂你提出嘅要求。我決定維持現狀，我唔會解約，我唔會將我間鋪變成世代嘅直營店。咁點解你會有咁樣決定嘅？你記唔記得你今日同我講過，我除咗係你嘅加盟商之外，我仲係你嘅朋友，即係我哋嘅關係係平等。但如果我應承咗你嘅話，即係我係世代物流嘅員工，你嘅下屬。上司和下屬的關係是不可能會平等的。我可以跟你保證，公和私我分得很清楚，就算你是我下屬，我們朋友關係是不會變，好像現在一樣。你覺得真的嗎？芳芳，你可不可以現實一點去看這個問題呢？我這個決定無論對你甚至你的下屬都是好的，你們做的事是沒有改變的，我會訂立一些新的守則讓你們去跟，到時全國所有世代物流的直營店都會有統一的規矩，我們不會就好像以前那樣山東有山東的做法，湖南有湖南的做法。我這樣做都是想保障我們的公司和保障我們前線的員工。保障員工我做不到嗎？你可以去問一下我快遞店的員工，我有哪一份糧是計少他們的，我有哪一次是遲出糧給他們的，如果有的話我立即解約。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固執？我從來沒有質疑過你的能力，我只是想將件事做得更加好。現在不好嗎？當我們生意做得更加好，我之前答應過你做三個零，我哪一次做得不好？每天送件是過萬的，你大老闆根本看不起我。你怎麼做了三個零？我可以跟你輸到你不加入我們公司的話，你只會死路一條。我的信心和聲一定會越做越大。我們這樣拗下去是沒有意思的，你回去再考慮一下，或者等明天董事會那裡通過了個動議，你再答覆我。不用了，我現在就可以答你，我不會答應。你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想逼你，我也不是一言堂，我只不過是這間公司的領頭羊，我的責任就是帶著這間公司向前行。我希望跟我行這條路的人都可以相信我，這條路是正確的。想看我有份演出的《法政先锋录：幸存者的救赎》，现在在 TVB Anywhere North America 就有得看了，每日紧贴香港更新，快点 download 这个免费蓝色 App， 随时地报新剧啦。